都知道，并且当红动漫人物之一。这个人他穿着绿色黑色的格子罩衫，还有妹妹咬着一个绿色的竹子，就是炭治郎。我们来演奏的是《炭治郎之歌》，并且里面会出现祢豆子的主旋律。我们先请小提琴演奏一下祢豆子的主题曲、主题旋律。最近我可能比较偏向另外一首歌。哪一首歌？刚才我拉的那首歌吗？在场有没有人知道？好，没关系，我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因为最近《进击的巨人》完结，所以我比较喜欢《进击的巨人》的歌。对，其中里面有一个 OST， 好，跟刚才《鬼灭之刃》完全无关。把镜头交还给长妮姐姐，谢谢。好，祝大家《炭治郎之歌》，Let's go。
出现在动画第19集的插入歌曲。